始终你补不回来，就是哎，好球，这是个机会，有没有？没有越位，看一下，单刀了，面对门将，有吴磊，2-0，吴磊，这是他在西甲联赛本赛季的第四个进球，这也是他配得上的进球，他还看了一下边裁，没举旗，那个拉开了多大的空间呢？这就说明吴磊在获得这一次的单刀之前，他的速度给他赢得了多大的时间和空间。你看他进球之后，队友看来是个兴奋劲儿，对吧？我们再来看看横放的慢镜，真不越位，200%不越位。他先一个横跑，艾利可能已经意识到，我再不往前压，可能要遭。我干脆还是架不住吴磊快，对吧？这一下打得漂亮。吴磊心想，我就不信你再开挂。可一可二不可三。对。这球吴磊还选择了一个比较巧的球，而且这个角度，一个一般门将会摊开。